好，一個人出海先開差，攞到嚟食班仔先。雖然好細條，剩一個人出嚟享受一下都好啊。咁樣釣魚先正㗎。差不多有魚的了，又沒有人走的了，曬下太陽，整下嘢，這樣切切度假的嘛。哎，有魚，來啊來啊。好了，又一條，搞定。耶，一條好釣啊！一條一個人出海，唉，玩啦，輕輕鬆鬆又一日。